好的，大家好，我是麦森，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这个部落冲突皇室战争。很久呢没有来玩过这款游戏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就来玩一把吧。就解锁这个，到晚上我再解锁好了，因为晚上的时间比较充足一些。今天我们卡牌呢我也给它换成房子流了，就房子流来打吧，能打赢就打，打不赢也要打，反正就是这么着打着玩吧。好，首先咱们在这里摆放上一个房子，然后攒到七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再摆放上一个房子。当然这个就有点冒险了，如果对方在这边放上一些巨人啊什么啊，这个大巨人啊王子呀、啊、往上一扑，那咱们这个基本上就有点死翘翘的感觉，就是现在也是有那么稍微的有一点死翘翘的感觉。好的好的，刚刚开局啊我们就有点崩盘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因为这条针线我们毛丝啊真的是扛不住了。这个位置啊我们就给他来上那么一个火抢手，但这个火抢手放的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好啊，再放上一些小骷髅吧，放完了小骷髅我们再放一个小房子，当然对方可以直接的来攻击我们，我们还是比较龌龊的，因为在这个位置房子已经暴露在了他们的打击的范围之内，所以呢我们就比较惨了。而且他配合他的骷髅好像还是蛮厉害的，我们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投弹兵，这个投弹兵在之前我是没有怎么玩过是吧，没有怎么用过，但是今天我就用了啊，今天我用了炸一下还算可以啊。但这个房子还是比较危险的，其实房子放在这里非常的危险，也很容易被别人给打掉，一旦说房子打掉的话基本上感觉这个也胜利的希望呢就没了。而且我们需要防着他的那个骷髅兵，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那个什么，要有这个是吧，要有女王才行，要不然的话根本就防不住他的骷髅兵，防骷髅兵太厉害了。最后60秒倒计时，我们感觉我们要输了，要输了，他还有完全七发，所以呢对我们这个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我们放一个投弹兵吧，争取是在这半分钟之内。哦，他还有这个小小的炸弹人，哦，太小龙过去了，太小龙过去，看这个小龙的话，哇，果然是这个样子呀。然后这个女巫摆上去，最后这个失败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了，因为最后咱们这个打不过去啊。还有火枪手，再来一个炸弹兵，炸弹兵比较关键一些吧，炸弹兵跟在后面吧，因为他还可能继续的放啊，那这个就打不下来了呀。好，刚开始呢咱们就以这个失败而告终吧，12秒啊，别打后面，打前面呀朋友们，6 5 4 3，哎呦，给了我生存下的希望，给了我生存的勇气，朋友们继续的给我往前冲起来。我本来已经投降了，但是是对方给了我们机会，既然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就不要忘记直接把这骷髅打死。好的，漂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上我们的投弹兵了，其实还是上一个小龙比较好，毕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单位吧。好的，火龙屠死他，皮卡屠死他，继续摆上我们的房子。好的，虽然说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但是呢最后我们扭转乾坤获得了胜利，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很多的人为我们的这个牺牲在了战场上，对此我要向你们的家人朋友是衷心的慰问。那么第二场又开始了，先摆上房子再说吧。啊，对面是个七级的，这我可以直接暂停了啊，我觉得这个赢下来的希望非常之渺茫，这太变态了，太变态了这个，而且它是一个二级的一个，那么我还在加速，哇，太厉害了，这个要想拿下来的话会变得非常的困难。他那边的话基本上就不用去管咱们，因为他这个塔的话攻击力非常的高，
是吧？如果不配合那个什么的话，基本上就赢不了。那个，你看这个，必须要配合上这个什么才能打啊？配上这个小骷髅人吧，小骷髅炸弹兵。这样的话稍微的有那么一些不好，因为他再次放下骷髅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打他了，就是没有办法打了。对，回来一个这个，哇好暗呀，这感觉是要死呀，这个要被打下来啊，几下就打下来了。我们这边打了好长时间是吧，就打了这么一点点的血。哦，再等一个房子吧。哦，他有火箭啊，别这个样子。好，你打下，打，你打。好，你厉害呀，你厉害。现在我们不要把房子放在一起了，放在一起的话感觉这个死的可能性非常大。然后来一个小龙吧。炸 ,42。哈哈，两边都差不了多少啊。再炸一下，我们这边再炸一下也是可以炸掉的吧应该。炸，好的。哎，我用火枪兵干嘛？我干嘛用火枪兵挡啊？哎呀，失误了。竟然用火枪兵挡了一下。嗯，这边我们看再攒一个房子吧，不过到后面我们房子能打出来的可能性感觉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了，因为它这个有那个什么在那里面。哇，好厉害呀，这药水加上这个药水的话这太厉害了，直接把我们打崩了这个呀。哇，输了，这一下炸下去了我们就输了。好，让给你，哎，我们就大度的让给你一盘胜利，哎，这个七级来打我们，这是什么嘛？你这是，好，直接开始啊，咱们的第三场。可能这个级别的也就感觉也都是这个样子吧。先把这小骷髅放出去吧，没有什么用啊，小骷髅在这里。我刚说没有什么用，他就给我来这个，完了，这又死翘翘了啊！刚开始就死翘翘，打不了这个空中的这个小那个什么，这个飞艇都打不了，叫王子也打不了，好吧，这刚开始就崩盘了，啊，直接就崩了，这太棒了，这。每当我们要录视频的时候啊，这个表现总是如此之龌龊啊，如此之美丽，如此之淡定，这搞得我这之后啊，我也不这录视频根本就没办法录了呀，这个啊，还有这个，好，你来炸我，把我给炸坏了，好，再来一波骷髅兵，好的。非常之美丽，非常之欢快，再让给你一盘胜利啊，没有什么。接下来咱们来看第三场，这个时候咱们就啊，我不相信这还能是七级六级的，对不对？我就不相信他不会出现三级的吗？不会出现四级的吗？哎，啊，还是一六级的，好，不要担心啊，我们早晚会胜利一把的。啊，早晚会赢一把的。哎，可能说我们这个房子里好像是被克制了一般啊，大家不要担心啊，我来一个投弹兵。啊，他也是一个房子流，好，他是四级的，好，他是四级的房子，这回的我们就吃亏了，吃亏吃大了，哇，居然是四级的，完全的被虐啊，这个。哇，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哇，我好开心呀！这个游戏我打起来，我打得好开心啊！我开心快乐无比啊！我开心快乐无比，我高兴坏了我！我从来没有如此之开心，如此之快乐。哎呀，好。好，我来一火枪兵啊，火枪兵在远程进行一下输出吧，对不对？然后再攒出一个这个野蛮人的房子来。好的，他那边的房子也快破了，我们摆上我们这个房子。好，下面又一个房子哈，好，还算不错啊。
还算不错的。我们这边可以放出一个小骷髅兵啊，就不要了，就骷髅兵，然后攒出一个卡位。但我也不知道是这样做好不好。哎，啊，不管他，不管他，我们依然摆我们的房子，先摆房子。这个女巫的话，刚才其实也可以点，但是我觉得还是到后面再点吧。这边来一个投弹兵。哦，他疯了，他怒了，他说你们居然敢这样给我玩，他疯了。哎，好但是我阻挠下来了，我把他，哎，我把他刚住了，我扛住了，我刚住了。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小龙，来来来，小龙，哎，放牛放牛放牛。这一波他们的攻势非常的凶猛，就看女巫的了，再来一个炸弹兵吧。哦，这边又来了，快上快上快上，把他们全打死啊！他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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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了这个能获得胜利啊，可以看到他现在也是疯狂的一样的攻击。好在是我扛下来了，我又扛下来了，好不容易呀、啊，好不容易呀、啊，我们赢一把的话实在是太难了。我再来一房子。这边我们基本上就不用再去管他了呀，我们就可以稍微的在这里面进行一下防守。哇，终于赢了，怎么连输了几把之后终于赢了。嗯，太困难了，又一个这个黄金的大粪箱。好好，再继续的开始今天这场比赛。好的，管他呢，我先摆上再说，我这个就不管了。你要是能把我冲死的话，在这边把我冲死的话，你就把我冲死了，我不活了，对不对？我不活了嘛！来来来，前面挡住了，小骷髅挡住他，来来来，全都给我上，摆上了，把这个这边这个骷髅给他打了。哎，我就不活了，对不对？我不活了嘛！我的皮卡太厉害了，上来就把我们砍的吧，砍到我们这边受不了的样子啊！这边就准备再攒出一个房子吧，攒出房子来还是蛮危险的，因为一旦把这房子攒出来，那边可能他这个骷髅的话什么直接就冲上来了，搞得我们还是蛮危险的。我们一个女武神加一个这个，我们派出小龙不行，这边感觉要掉呀，这个，哎，女巫有点太靠前了，完了，女巫太靠前了，这回就死了死了死了，这房子要掉了。物的一个失误啊，这也导致咱们这边要崩盘了，崩盘了这个呀！哎，小骷髅忘了放了呀，咱们赶快再防一下。不过这个要赢的可能性已经是变得非常的小了。房子流的失误啊，房子流的失误，主要是那一波我们没有防下来，没有合适的兵种来把那个防下来。所以呢，感觉这个是我们失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吧。嗯，这边就看能不能从这边顺利的突破下来。啊，这小龙这边必须要放一小龙了。哎，好在是我们那边也是攻下来了，但是攻下来也没有什么用，我们这边已经是很快就要被打掉，对不对？很快就要被打掉了。而且说，一旦我们摆上这个房子，我觉得我们这边根本就扛不下来了。一旦说摆放了，这单位基本上也就死了，基本上就死翘翘了。里面还有女武神，在他这女武神再一打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死了。好，再次的失败。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老是算是也算是赢了两把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不过这个时间还长，我们再玩今天的最后一把吧。好，不管他，先摆上。我管你呢，先摆上再说。能赢就赢，赢不了拉倒。这边就是放这个吧，也大不了我也来个小龙得了。等他们靠近来啊，然后就看能不能占到什么样的便宜。好吧，还可以吧。他那边放的是那个野蛮人，我们这边放的是这个。嗯，可以放一个炸弹兵，不过现在的话我们有房子的话还是放一个房子吧。双方都有房子现在。他的兵出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没有那个什么，
吧？我们这边主要是出了一个7级的房子，所以呢，这会使我们正面上的能力小很多，小的太多了。这下，好、哦、耶，终于是出现了一个女巫，我打一下。就我们那边的房子老是攒不起来，可他这边老是压着我们打，始终都是在压着我们打。你说只能说利用兵种上的优势来获得一些，是吧？优势，然后才可以摆出我们的这个房子来。要不然的话，这个费用根本就攒不出来啊。而且他有女武神，女武神的话，我们这边真的不好打，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房子流，全是一些这个兵，是吧？全是兵卡战术。这个我们放一个什么？放一个小龙吧，放一个小龙，加上这个房子。哎，好，好，好，打掉了，漂亮。哎，他这边受不了了，已经受不了了。我感觉一个二级的话，这些需要放两波兵了，我感觉才能扛下来。然后放一个炸弹人。哦，炸弹人放早了呀，炸弹人放的有些浪费。摆上第二个房子，第二个野蛮人的小屋。应该是来一个这个，应该来个火箭兵的，来一个火箭兵，然后这边呢放一个这个，他还想搞两面的一些突击，但是两面突击没有什么用啊，是吧？啊，这边的也可以放一个小龙，你两面突击真的没什么用啊。欢迎火箭兵，不过他的兵种也是。可以了呀，连这么多女武神之类的，这样就赢下来了。好，那这样本期的视频就给大家解说到这里吧。我是麦斯尔，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